抚仙湖位于云南省玉溪市，是中国最深的淡水湖，湖水清澈见底，水下能见度高达20米，被誉为高原明珠。这里不仅是重要的战略储备湖，也是一个理想的旅游胜地，每年吸引无数游客前来欣赏它的宁静与美丽。除了湖畔的美景，抚仙湖还有许多拍照打卡的好地方，其中我觉得最棒的是西岸飞桥。这座栈桥延伸至湖面，宛如漂浮在湖上的通道，风景如画，非常适合拍摄和观赏湖景。来抚仙湖的话，千万不要错过西岸飞桥哦。